OK， 对。不要紧张了，我们小 Angel 就是这样。哦，对，刚刚有妈妈迟到了没有听到？我们有两个 Angel， 两个 Alan 跟两个 Sarah， OK， 只是小的那一个是 Angel， OK。我们的 Angel 就是这样，他很害羞，讲话声音小小小小小小小。那就是希望你要更有自信一点啊。那其他上课还是很认真，那回家还要多花一点时间复习，就会更棒。OK， Good。No.